今日我要来访问一个住伫云林的杰出农民，哈、哦，李鸿尧，李鸿吉，李鸿尧嘛，哈、哦。该你啊，李金鸿啊。哦，李金鸿来好。咱这个知影吼，人若要身体要好，得食有机的，啊，要食有机的爱人精。咱对面这个哦，今要来访问的，就是咱台湾的杰出农民代表李仁大栋梁，来，请问你种有机的几年啊？嗯，85到100啊。85年，民国85年。安尼就到尾20冬啊呢，头20冬、嗯，好哦，安尼真正做感谢你。这20冬内底食过你有机的，算算应该超过10000啦哦。应该有。有吼、哦，好。啊，你咧会使讲一个你种有机的理念，是安怎要种有机的？因为有机的有一个就是自身嘛。嗯，就是生命生活生态生产系的。哦，各讲一遍，来各讲一遍。生命，哎，生命，生活，生产，生态。哎，咱先我大约讲者。大约就是讲，因为阮叔为虾米伊会讲四生，嗯，甲生命做头前。嗯，因为安尼你要杀这个诚信，就是一定爱有诚信啊。嗯，诚信的小就是我袂甲伊欺骗。对，呈现的社会嘛，吼，是，伊就是呈现各有一个互助的，大家互相帮忙的一个总经营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营造一个，伊唔是干那讲食身体健康尔，伊伫心理上嘛是有一个教育的层面嘛。啊，所以我就是感觉唔接赞。生命，生命来呈现，啊，过了搁三项诶。啊，你。有生命了，你就会去做，你未想到用其他讲啊，我只要有种物件出来，你会伫这个，算讲为着消费者的迄、那个利益，嘿，所以你会坚持你迄、那个，你未去偷用一寡有诶物件，这个是未讲为着要生产啊，因为你有一个生命伫遐。嗯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就是安尼，对，安尼的诚心，这个规矩了，对啊。啊，生命，鬼生下，啊，因为你安尼累了吼，伊、就是一个，我头摆看有一个互助合作的迄个出来，是包括你对待唔啊人啊，哦，动物啊，土地啊，环境啊，你就会拢真用善良一面去面对这啊。哦，哦，啊，无形中伊就生态就出来。哦，啊，你这个善良。出来，品质就出来。生态之前是一个生产，生产就会算讲拢会较好的物件出来。对对对。啊，生产之前搁是生活吗？生命，生命过来的是生活。生活。生态生产。好，生态生产，安好。安尼，这我学着这个袂歹，加四生。啊，这师傅真正。因为种物是三生尔。啊、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啥？生活，嗯，外靠的有生态生产啊，跟一个生命，跟生命，哦，跟一个生命的对。所以两种，我咧甲看比较起来，两种的农友伊的心态完全无同。无同，就是讲第一个农友，我阿妈已经讲过啊，即卖讲这无三生的，伊就是没有生命的，嗯，没有把生命放过，所以。伊个重点嘛是，我要来把物件种好风，种好水，会当生活就好，收量好。所以有诶物件，举一个简单诶，你讲果蝇，要阿治真简单嘛，就是讲，我只要伫我诶园外口，甲果蝇淘死就好啊。对无？卖后来我诶园，安我达到我诶目的啦。但是你呐。有生命的不能这样做啊！让伊杀生，杀生是一点，搁一点就是你安尼对生态破坏影响啊！嗯，因为你是用药啊，嗯，这个有介大。啊边啊，果蝇边啊，果蝇边的处理啊，是用落网啊。哦，落网啊，网互伊来顶。系啊，是看波啊。哦，一种用一些方法就对啦。
梦讲甲杀生安尼啦，哦，安尼即袂歹。啊，咱即嘛吼，算讲你咧种即个有机的，你即嘛诶，迄、个二十担了后，你有感觉讲安尼人生足快乐无？哦，你从安做二十担啊吼，做了，你会当互足侪人健康，所以你每工。是咧，要来做这个有机的感觉，你小我讲一下嘛。感觉咧，即个我感觉算方向对，慢慢有知啊，按下做。嘿，因为你基础有开，土壤有过了有好，生态做了有好，哦，啊，甲你人甲人安尼沟通互动拢袂歹，啊，伊慢慢就是善良就造出来。善良伊家己会出来，家己就走出来。啊，所以我现咧做是真轻松，我毋免排药汤啊，都啊干，都啊咧防止咧储水真干，像咧后咧研究储啥物话，唔免。啊，你敢会使小我教你即个算讲一种诶经验，着底啊，着种二十担内底，哦，着种开始咧做，伊可能种啊烦恼即草啊啦，还是烦恼虫啦，啊买啊即卖足轻松吼。这个过程大约来和咱分享一下嘛。哦，因为较早你就是生命，你还未学到遐，唔知书甲你讲这个生命的重要要领，要唔知？唔知，所以你咧做的当中，你就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做啦。所以你得到的果就是歹的啦，你袂当偌好啊。啊，所以你逐天就伫遐，无这无那，无这无那啊。啊，你无甲做人果的收量嘛无好啊。嗯，安尼啊。啊，尾啊，自从我去婚礼，慢慢我哎、欸，有一个阶段诶好处咧，一地宽嘛。嗯。你要生态好做啊，啊，遮好上悬诶气氛呢。咱诶，咱培养起来诶一寡迄落吼动物吼，伊若飞出去，伊就袂转啊，因为死伫外口啊。嗯。所以你。所以你迄个生态吼、哦，真歹真歹做，啊爱伫森林一届就是百万，啊所以伊八月隔壁阮嘛是有机田啊，所以伊会当走来走去，会回流会倒转来，所以你生态咧做该好做。免啦，做啥物事啊？这个虫八月飞来飞去咧食了呀，咱食都食了啊。你免啦，啊有食菜嘛有食肉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带他去啦。食菜就是食菜的虫，就是食咱的作物啦。啊，食肉的虫就是食这菜虫啊。伊问题是讲，你这虫啊，该食菜，你都无菜啊，无变啊。当然，你若讲有当时啊，歹年冬啊，是啊那加减嘛影响嘛。啊，唔过你若有这个生态改建出来，拢 OK 啦。你刚刚举个例子，就是讲。是按照这物件你买啊，发现你我能种下解，这个经验了，你也想是买啊是按照它种下解。就像咱人安那，咱人你若身体啊过用，唔免食足补的物件，嘛免食药啊。过用啊免啊过啦，我是讲免啊去加过只的地，哦、还是讲过这个这個、作物没有用哦，这种大药免啊。一般咱拢会讲，我种啥物作物，我就是针对下肥啦，创啊就是针对作物嘛。啊，但是作物伊是种里头的啦，所以。你哦，安尼你照顾的重点就唔对啦。你是爱照顾土，唔是照顾作物啦。作物是你要下肥，要创啊加减好伊尔。重点嘛是伫你的土，啊，你就要透过你的，你当年即个验验土报告，吼、哦、啊，那有一寡唔知，你就要去问人个改良品嘛。诶，土壤分子。你是讲那土壤的养分不够？啊，咱看要下啥物有机肥安尼嘛？哦，爱加迄个土去改善，哦，啊，放除药啊，啊，伊即个土壤那健全，都较袂迄个掉虫，还是讲迄作物会较用，会较用啊，较袂去惊虫安尼嘛？伊作物伊主人伊有伊个有一种抵抗能力啊，好虫，迄个味伊袂爱挖。味袂爱话，伊家己个，伊若用个时候，你想吼，我主要讲吼，你感觉种过番麦啊？番麦系啊。啊哦，啊想番麦种落，啊糖啊来加，
伊就较袂来加，较袂来加。安尼哦，伊种你的土壤啦，较用的较袂。啊，因为你呐，一般拢针对作物下肥嘛，啊，所以你一定会过量啊。无论你安怎合理化施肥，对这个作物拢总无健全的啊。因为你是针对作物下啊，啊，所以你的作物是伫，唔知是欠差的升温的情形下咧成长啊，啊，所以伊就会较少。太就糖就病，啊！所以你就是为土壤去分析，爱甲改良安尼嘛？对。哦，就是你啊，日本迄朋克迄个啊，伊嘛是买啊，嘛是就是针对土壤啊。哦，爱土壤，啊！你是举个例，你是讲你若欠什么话要含啥，咱得去有机店买哦。有的爱去有机住宅有合格的认证合格的去买啊，可以加买，爱加含落安尼。你嘛是要透过水和轮作，透过修根，对的。哦，所以啊，古老种你也当爱修根。系啊，一定啊，咱人嘛是爱困啊。哦，修根是意思是讲，等个无发臭啊，袂再个胖落安尼嘛是安尼。系啊，因为你一直个胖伊个伊个有机质诶，挥发足紧诶，啊足紧伊就会较散啊，啊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休困，安尼啊。哦，休困，哦，无休困伊唔只会较用。哦，所以就是讲无即地即几万车落去耕作，啊，互伊恢复了，咱再过来种安尼嘛。啊，是讲即边啊种番麦啊，后边来种。种一关哦，白种做不来，那较好无？哎呀，办公室里种花梅啊，啊，就是轮作啊，轮作嘛，是不？好诶，轮流种啊。哦，因为因买卖诶成分拢无相同。哦，算讲即个时阵，咱来种白种，阿姨得去吸收遐，阿表人吸收诶。嗯。啊，等后后季诶是，即卖伊迄个营养分可能得搁恢复啊。咱再过来种哦，花梅啊，就比较紧哦，安尼啊。啊，像迄操作发边啊，操作发到尾了，你我看到讲你有看塑胶布，这嘛一种方法。啊，你有的是用中间回头去你个扛。哦。啊，那零点有请上摊摊。好，个摊摊。哦，也算讲尽量都拢伊个看伊个特性，啊来处理下草。草水草嘛是爱处理啊，对不对啊？爱处理啊，你嘛爱个管理啊。哦，管理草嘛是爱有迄个要领了，对啊。啊，就讲咱这个里人，伊即马嘛算讲有信用，啊嘛爱含咱签约，是不是安尼？对。啊，伊就是算伊需要一单偌济什么物件。生出来，啊！咱来含农友有迄个牌照的来拍契约，啊！拍契约敢有一个固定的价格？有啊，拢有了对啊。固定价格，啊，佫有一个量，安尼、啊。哦，所以讲你即马头咧生产偌济，伊就会收。嗯。哦，啊，即个算讲即个物件要销出去，伊毋得爱有人家买。系啊。有啊，有诶，做加工啊。哦，加工伊就当储存啊。哦，算讲有诶，那是咧，迄个假物件啊，做加工，都无诶是来卖。嗯。我、哦、这什么一贯作业了对啊，有教育，有即个行善，嗯、所以就达到即、這个台湾讲诶四生了对啊。生命，生活，生产。生态、嗯，哦，安尼即真好，啊，今日去甲你学着即个四声，真赞，哦，啊，即马会往我来讲我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谢谢。